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来玩这一款算是小品游戏吧，叫做《What the Golf》啊，什么高尔夫啊，不懂它的意思。总而言之呢，这是一款算是有点恶搞像的高尔夫球游戏。那玩法应该是会比较轻松一点哦，不晓得啦，反正这是一个免费赠送，不知道是怎样，是厂商免费赠送游戏给我吧，我有点忘记，反正这款我是没有花到钱就是了。那么想说这感觉好像挺有趣的，就拍给大家看一下、喔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游戏怎么玩啊、喔。我们直接开始比赛哦、喔。那浅显易懂的，各位看见这个啊，很直观的，就是把它直接打进去嘛。好，啊，进洞。好，嘿嘿嘿。哎，然后呢？怎么前面多了三只猫咪啊？它这个画面可不可以拉近啊？我想要看一下它这个画面前面那个猫长什么样子。算了，我们试试看往这边打。哎呦，如果打到猫咪会怎样啊？弹起来了，我们可不可以重来啊？如果搞错，哎，又掉下去了，故意撞这个猫咪好了。猫咪表示干，掉地上了，我们重来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闪避他们。哎，那个猫直接倒在那里，不会乌龟不会回去的哎。好，我们直接一杆进洞。哎，这次是人了。然后那边好多小鸟啊，啊，我们要打过去这样子。我、哦、看我的手还可以这样子啊，前后前后，这就是很标准的高尔夫啊。打过去，哎，干什么是人？为什么是人在飞啊？哦，那这个一看就是房子嘛，啊，还真的是什么都可以打、啊。夸张了，好耶！一屋进洞，现在是飞高尔夫球杆是吧？好，连这个都可以飞就对了。我们直接飞到这边，三杆进洞 ，nice。然后呢，这一关呢，这一关需要用到一些物理碰撞哦。哎，怎么这样子？好，哎 ，what the hell？ 这样子。好，过关，喵喵喵，这个直接往前撞就好了。啊，好哦，原来是这么阴险。好，这个嘞，下去，呜，啊，怎么变马里奥水管了？哇，哇的golf，趁机打他们的广告。等一下，这该不会只是开始而已吧？我们刚刚玩的都是很传统的高尔夫，现在才是正式进入主题啊、喔！你在高尔夫实验室已经什么？你在高尔夫实验室已经关了、啊？哦哦，我刚刚以为它是没有剧情的，单纯就是一杆进洞打进去，居然有剧情呢、欸！是的，好酷哦、喔！打进去那个洞，嗯，哇，进不去，这样子啊，有了第一关哦，才开始有关卡了啊，我们是洞要移过去是不是？打洞 ，what？ 好哦，掉下去就对了，耶！他这款游戏根本就是要颠覆你对高尔夫的一个既定刻板印象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只要能打起来飞的，他都称之为高尔夫。哦，他的意思想要表达是这样子吧？然后这边有两个洞，这应该是属于第二关的部分，这两个要过完才会算。哦，我们应该是打这只猫吧？我们去撞一个人好了。哎呀，他怎么喷一大堆热狗出来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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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喷！哎呦喂呀 ！No， 上去上去，再来，好过关 ，Yeah， 完美进球，过关，下一个，这是怎样？哈哈哈哈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讲这游戏啦，连这样也可以啊，碎啊！
夸张了。这游戏还蛮有创意的嘛。哎呀，居然这么有创意的游戏，而且只要一个滑鼠就可以玩，还蛮赞的。拒绝访问，为什么？哦，我们要先把左边跟右边的关卡全部打过啦。好不，那我们先过这一关，还蛮不错玩的，我觉得。那遥控器吗？啊，没有，是整个沙发飞起来。进球，太简单了吧？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我不想重打、啊，他这个还可以重打。OK。然后呢，三个关卡，先去打这个红色的好了。沙发飞起来，哎，这沙发不能用飞的，用滚轮的。哎哎，怎么卡住了嘞？我耶，已进，哈哈哈，他直接称呼椅子进球，已进。电视机，我就知道。飞起来呀、啊！完了，将它多一杆啊，做得好 ，OK。下一关，花瓶，哇，增加难度了。现在是不能破就对了啦，不能撞到东西。好哦，啊，哪里过来？哪里好嘞？哦呦，哎呦呀，哎呀，只是个花瓶而已，当然只是个花瓶而已啊，只是个花瓶就可以弄到我焦头烂额啦。来这关，下一关，应该又是人飞起来吧？啊，死给，一分不差，好，这样都可以。太牛逼了，这游戏！我还以为只是单纯的一个高尔夫小游戏，没想到这么创意。好，可以的，打箱子过关。我们要重打的意思哈。嗯，撞。OK， 踩这个，好进去了。哦。冰，还差另外一边。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是宝箱，是不是？你看不能打那么大力。好，什么？等一下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拿到这个东西，你必须要有六个皇冠，所以说我这要有重打的意思是吗？算了，之后再说吧。我觉得那些东西应该是不怎么重要啦。哎、欸，我是这么觉得。我们现在过这边好了。不过之后的关卡，我觉得应该要，想尽办法拿到皇冠。哇塞，2D 耶、欸，这个也做得出来啊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怎么变蜘蛛侠啦？完了，接下来又要干嘛了？啊，蜘蛛侠是不是？好，喵，悬崖勒马，还蛮好玩的嘛，真心觉得好玩。哎、欸，那个球可不可以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到时候可以变那个足球啊？我们来过这一关好了。好哦，好，这样子可以。我已经无语了，超级无语了。这是小蜜蛙哥，青苔。原来是史莱姆啊！哎呀，呜呼，呜，看不出这游戏这么好玩哎、欸。坚持啊！好，再来这一关，不知。弹跳球，好好玩！哇，耶、yeah ，不错不错。然后按掉它，这个要四个皇冠，不管了。
先解这两个过去再说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想办法把这些皇冠都入手。拿这皇冠的条件是什么啊？我还蛮好奇的，先从这边开始好了。他没有讲说皇冠的条件是什么。标准杆一杆。失败。哦，我们还要再玩一次他的挑战模式啊。原来如此。这样子啊，这样有可能过了。这样就拿到一个皇冠了。有了。集中旗。集中旗什么意思啊？哇哦，还好他没有次数限制啊！哦，挑战成功，这个才是挑战关卡哦！啊，我们还要先过层层关卡才可以把它全部玩完。我们必须先把这个解完，然后再能解皇冠哦。这么搞纲，这个是六杆就可以六杆过关是吧？好，那我们一发啊，完了，过不了了。Nos， 刚刚那一发错了。好。这样可以过关了，过关了。啊！好，这次一定要过起来。Yes， 蓝色不要碰到。有了。哎呦呀！立马成功，差一点。好，皇冠全数收集到齐了，来领奖喽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干嘛？我可以获得树盆，我可以变成树盆的意思吗？我拿到了一个树盆，然后呢，我可以伪装成树盆的 skin 这样子，然后上面写10%是什么意思？第九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也是我们刚开始的地方。哦，我们要打到第一杆去，完成100%可以进去，75%跟哦50%可以进去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是啊。然后这是怎样？这里面有爱心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有点类似叫收集品，收藏越多越好啊。哦，从这边穿过来啊，好吧。大致上这个游戏模式是这个样子哦，那么呢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如果你们想继续看下去的话呢，哦，也是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告诉老头，说老头我想要看啊，记得按下你的喜欢，多多在影片下面留言哦，这样老头影片比较容易上推荐，才有更多的人观看啊。如果想要持续追踪老头影片的话呢，也欢迎订阅啊，就可以知道老头最新影片的动态，好不好？那就先到这啦，好吧？我们下一集呢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再继续玩这个游戏啊，《What the 高夫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